听讲你准备要结婚，翁向王过身啊，你搁家己啊生落来？安怎有问题啊？这就是你的报应啊！我是要甲你讲吼，是我先甲你切。拜托姐，好不好？我根本无甲你做伙。看你过啊辛苦吼，我也就爽了。我跟你又不熟，我代志要见面啊。不熟？嗯。原本吼，我嘛无想要来啦。既然你安尼讲吼，以后就常常来。太羞俏鬼哦你！喂，到底叫领导你啊？你，我你说，听讲你准备要结婚，翁向王过身啊，你搁家己囡生落来，了不起哦！你就爱恁翁的吼、哦？对啊，安怎有问题啊？这就是你的报应啊！陈顺梅，你会记得当初是安怎讲的？好，别紧啊。我就是深圳娘，你免领金啊？嗯？哎，奇怪呢。当初是你家己讲我配你袂起，啊，我甲你算算，不是拄啊好尔。而且你嘛唔免有负担，啊，你毋是真好。啊，我知影啦。还是讲，其实你介意我，而且到今嘛，阁无都放袂记。嗯？哪有啊？咱差遮济呢。我是要甲你讲吼，是我先甲你找。拜托姐，好不好？我根本无甲你做伙，无代志莫来找我啦。你想要来就要来，安怎？看你过啊辛苦吼，我也足爽的啦。你真正有病呢、啊、你！陈顺梅，你来忍耐，不当动手，不当动手。冷静。想要来就要来，安怎？看你过啊辛苦吼，我也足爽的。你真正有病呢！你陈顺梅，你爱忍耐，袂当动手，袂当动手，袂当动手。你的妹样是啥啦？带你管啊，住海边啊！啊，你是双脚打双船啊，像你这种人这么凊彩，我真后悔吼，当初甲你。你后悔吼？拜托姐，我唔只后悔，我真正是目睭切面，我才会甲你。安娜安娜，放好袂害人。恁娘伫遮是咧手病作祟。无啦，姐，我甲海亮讲几句话话，吼、嗯。哎、嗯，对，我是听妈讲吼，顺美带恁阿叔辛苦，我关心一下。啊，就是讲咧，顺美哦，真正是一个坚强的妈妈。哎、欸，是讲吼，啊，你敢有考虑替囡仔佫找一个新的爸爸？我嘛是有在考虑这件代志啦。安尼对啦，过去就好过啦。啊，你若有需要吼，啊就替你介绍，祝你开嘴哦。好啊，啊阿姐，那就麻烦你吼介绍一挂人品好的啦，因为人品歹吼，我已经有识识啊。对，做人吼，人品上重要，嗯，这无唔对。